出走日记中饰演巨先生一角爆红的森喜久，独特魅力直接圈粉到不行，迎来演艺高峰。就连最近主演的电影《犯罪都市2》上映都开出亮眼的票房成绩。日前他和其他演员们一起到广播节目上宣传电影，突然被 Q 说中文。그러면거기뭐예요그가슴쪽에있는문신저도처음에는몰랐는데저건이제우리문신해주시는타투아티스트형님께서해주신거예요저게한번복수를시작하면지옥까지쫓아간다뭐이런뜻이래요저도잘은몰라요아、네、그래도 한번읽어주시면안됩니까뭐지뿌실와제가지어낸겁니다先是一本正经的乱念，下一秒立刻被自己笑出来。大叔这个反差萌，还有谁没被收服吗？